失物找回的时间一般是以时干生日干之日的时辰为应期，时干生日干的那一天那个时辰为应期，或者以庚格来断应期，阴日看庚上，阳日看庚下之干为应期。什么意思啊？如果是阴日，就是你比如现在乙未就是阴啊，如果是甲午就是阳日啊，乙未日看什么？看庚上，阴日看庚的上面，就是找庚地盘落宫，地盘落宫在这儿吧。那么他这是在这儿啊，如果比如他记在这宫了，那就看他上面的这个，上面比如是己，那么就是看庚上面这个落宫，己也就是己日可找回。己日的什么时辰呢？是生这个日干的那个时辰的干，那个时辰就能找回。如果是阳日看庚下，就是庚下面是乙，也就是乙日为应期啊，是这么看。如果是时干入木了，时干入木啊，什么时候能找出来呢？肯定是遇到冲木库的日子能找到。你比如入的是辰，那么就等戌日冲开这木库就找着了。那么下面咱们就看看这一局实例。这一天是2002年9月24日上午10点多啊，40，一位姓吴的女士经人介绍来预测，说了今天呀，我是这个企业里边的这个管账的会计，这个月呢盘点的时候呢发现有8000多块钱对不上账，我又叫来三个管这个现金账目的人一起核对，哎，对来对去就是这8000多块钱对不上账，不知道上哪去了啊，查不出来，少了这8000块钱，我们三个人管账的就得负责包赔啊，说给那个能不能给我们测一下，看看这个钱到底是没了呢，能不能找回来呢，是我们做错账了呢，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丢了这8000块钱。然后看了一会儿这个局呢，就问你这家企业有没有饭店或者食堂啊，回答说有，说专门有招待部啊，就是用来招待客户吃住的，相当于是个饭店。然后就说了，那原因就找到了，对不上账的8000多块钱是你们企业当中的一把手领导造成的。你说一下你们领导今年多大？然后就说了，我们董事长今年51岁，属龙，51岁属龙应该是壬辰年啊，咱们下边这写的壬辰啊，也就是他们公司董事长这个年命的人呀，落在了对宫了，有天冲星，带着天冲星落对宫，而且是有玄武神，玄武神属水吧，这个钱嘛肯定是看戊啊，戊的落宫，戊土是代表这个钱财的信息啊，领导的年命落入这个宫，临着玄武，带着天冲星，这是个金，来冲克这个戊土钱财的落宫，这说明就是领导造成的这个钱啊，也不是被人偷了，而是让董事长给吃没了这8000块钱。你们得找董事长一一核对，肯定没问题。哎，结果这个吴女士会计就非常，哎，不可能吧？我们单位有客户来的时候，凡是招待客户费用，每次都上账，我们都做了详细记录。说你们管账的人工作虽然很认真，但还是有疏漏的地方。我问你，如果没有外来客户的时候，你们董事长是不是也来招待所吃饭？然后这吴女士想了想说，要是没有外来客户，董事长一般很少在这个招待所吃饭。然后又问，你们管账的几个人经常和董事长一同陪这个外来客户吃饭吗？啊，从来不，这是我们公司规定。那又问了，招待部的这个资金流动也是归你管吗？然后说了，招待部有人管现金，把账目理好后一起送给财务科，交给我们三个人审核。哎，那这事情就水落石出了。你回去以后联络所有管账的人家董事长一起开个会，把所有账目单据一一公开，一一对照。我相信最后是招待部管现金的负责人和董事长肯定要脸红。结果呢，回去以后呢，果然和预测的一样。当天下午呢，这个吴女士把这个相关人员啊都召集在一起，然后把每一笔账细细的都列出来。在大量证据面前，招待部管现金的负责人不得不脸红的向大家认错，是他虚报了营业额，但都是经董事长同意后才这么做的。原来董事长常领一些什么铁哥们呀、铁姐们呀来这儿吃饭喝酒啊，因为是不是外来客户，按公司规定不能上账，应该由董事长自己掏腰包。结果董事长有的时候身上没带那么多钱呀，就随手写个字据作为欠单，放在招待部管现金的负责人手里让他保管，等以后有了现金再还给这个负责人，把这个单子撤回来，并且告诉管现金这负责人别把这事儿说出去。管现金这女孩呢
肯定得听董事长的呀，就没敢跟这个财务科说，只能手里拿着董事长十几张欠条，等董事长有现金再来还钱。由于董事长平时忙，有时就忘了这个事儿了，再加上董事长这个媳妇儿呀，对他这个现金管得比较严，所以到现在这个欠条是越来越多。这件事儿是由这个吴女士倡导一一细致对账查询，让这个董事长挺没面子啊，尴尬之余，吴女士就提出辞职了。董事长及其夫人一同全力挽留，董事长最后对吴女士说，由于你对工作的认真负责，才让我丢了脸面，也正因为你的工作认真负责，所以我们公司就需要你这样的人。哎，所以最后在这个董事长和夫人一起的一再的挽留下啊，这个吴女士最后终于也留下来了。